大家好，我是王怡晴，我跟下一位樊宇参加的是影像叙事表演设计工作坊。然后就是先谢谢学学跟文化部有开启这个机会，然后让我们把我们送到法国，这样做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然后其实我要先坦诚，就是其实我一度曾经想要放弃，因为在台湾做影像的工作，不管是广告、纪录片或者是电影，都非常非常的忙碌，忙碌到每一天几乎都是在电脑运算中睡着。但是其实在这样的忙碌当中，我们一方面很忙碌，一方面其实是遇到一种瓶颈，然后你必须要跳脱这种瓶颈，你才可能继续的好好的工作下去这样。所以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参加这个不瓦不屑的工作坊。然后一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不甘心，每次我们看到电影里面，然后有男女主角然后散步在塞纳河畔，我们都觉得好浪漫哦。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在想，如果我拍一部男女主角漫步在淡水河畔，不知道观众会有什么样的期待，或者是一种幻灭这样。所以最后我就来到了不瓦不屑，一进到不瓦不屑，我就觉得好像走到电影里面了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体验是，我们的老师 Marisol， 他其实跟我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模一样，他是拍摄艺术家的纪录片，然后也有拍摄建筑的纪录片这样子。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惊讶的是，在这次的工作坊当中，跟我工作所接触到的一种学习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从一种像建构式数学那种从一出发，从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出发，然后去慢慢的建构一个可以阅读的影像。第一堂课应该说第一天我们的练习是20秒的小故事。20秒的小故事呢，它其实就叫我们用 iPhone 录，我们也不用几 K 的摄影机，也不用什么数位相机或者是很好的器材，其实就是用我们的 iPhone， 然后去录每一个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事件，然后用20秒而已。我说的那个20秒的故事呢，其实是在刚到巴黎的时候，在 hostel 遇到一个来自西亚的老太太，她跟我讨论，她跟我问说台湾的主权问题，然后20秒，我们就在讨论台湾的主权问题，这样子20秒也就够了。然后再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会讨论每一个人的20秒的故事，然后截取这20秒当中的一些特别的情节，然后把它组合起来，组合起来成两个大故事以后，分别去做分镜的描写。然后描写了两个大故事以后呢，大家再把它结合起来，把一些很重要、很有意思的情节再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故事，然后去划分镜。最后老师就带我们到河边去拍摄，这样子拍摄成一个完整的影片以后，我们要选一个发表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空的城堡。就是之前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个空城堡，里面有很多个房间，然后其中一间呢，我们就放主要的电影，那其他的小房间呢，我们就做一些每个人就分派一些工作，然后做一些不一样的装置。我被分派的是声音的录制，跟那个上博一起，然后我做声音的剪接。我可以直接让大家听听看不瓦不屑的声音是什么，然后你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，就假装到一个黑房间里面。第一个步骤呢，我先跟上博去收集不瓦不屑里面所有的声音，包括是树叶的声音啊，河流的声音，或者是走路在草地上的声音，走路在石头上的声音。这是第一个版本，就是完全原始的声音，然后我把它全部排在一起这样。
这是原始的档案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听一下，就是我有加油添醋的档案。然后在跟老师讨论过后，老师有截取了一些像是走在草地上的声音跟走在河流声音，他希望可以再加一点有逻辑性的人，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一个人的喃喃自语的声音，然后最后形成这个版本三，然后也是在空城堡里面呈现的最后的版本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很想你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最后的呈现是版本三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有发现到，就是有时候工作做久了，常常会局限在一个框架里面。可是其实对于生活细节的感受啊，可以从那个当中创造一些情感的深度，然后来在做片子的时候，其实才会有那个深度在这样子。最后我们还要播放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照片的影片，我有带来，然后最后请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我们的女主角等一下会上台报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